你敢知影你拄则讲的话啊？我若是去跟明湖寺庙打小报告啊，迄你有甚物下场？迄你敢知？所以在下敢冒险透露，不亦证明有我，并非全是侵略者。无论哪是提示或印证，在下拢好奇出击，凝聚起的是光土怒然，有些小小涟漪。这种态度，真使人啥拢无。人类之心，有令人忘清过吗？你对人间的看法呢？如果在下说，我想欣赏呢。真是所见略同啊！咱不妨先欣赏您的一项技术，如何呢？